Mystical Games 在2024年区块链游戏公司 Top 50中被评为第一，同时也被各大媒体解读为最大的 Web3 游戏链之一。当看完他们的发展路线之后，不得不说这家公司有点东西。然而这家拥有百万级别用户的超大规模的游戏平台，在众多底层区块链生态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从以太坊迁移到 Polkadot。 被嘲笑了吗？被嘲笑了。但事实证明 Mystical Games 的选择并不是草率的决定。我们先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发展史以及选择 Polkadot 的真正原因。 Mystical Games 并没有很早的历史背景，它成立于2018年，由一群拥有丰富游戏经验的专业人士创建。这些专业人士不仅有丰富的 Web2 游戏开发经验，并且有非常资深的游戏运作天赋。成立之后，公司专注于区块链和 Web3 技术的游戏开发，希望通过创新的区块链解决方案和高质量的游戏开发，改变玩家对数字资产的拥有和互动方式。听起来是不是愿景很宏大？那么我告诉你，玩起来会更上头。他们做了三款非常有意思的游戏，但凡是个游戏爱好者都会忍不住夸一句，深得我心。第一个 Blanco's Block Party， 这是一款融合了 UGC 和 NFT 技术的多人在线游戏，玩家可以使用游戏内置的编辑工具创建自己的关卡和游戏模式，还可以在集市中展示他们的创意作品，与其他玩家互动和竞争。也就是说，这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定制的，包括游戏中创建的虚拟人物以及自己创建的关卡和游戏模式。这些可定制的虚拟产品又完全成为你个人创造的 NFT 形式的艺术品，并且能够很方便的在市场上交易。而这款游戏的画面和设计着实能吸引很多二次元的爱好者在这里畅玩，并且许多玩家和 KOL 都对其创意自由和独特的 NFT 交易机制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二款 NFL Rivals，这是一款由 Mystical Games 开发的官方授权 NFL 手游，结合了 Web3 技术和区块链的元素，让玩家扮演球队经理，组建并管理自己的 NFL 球队。2023年4月26日发布，一经推出迅速吸引了大量玩家。由于 NFL Rivals 拿到了官方的授权，即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授权，是的，真实的球员属性被明码标价了。 NFL 游戏里设计的这些 NFT 角色很多是真实的球员，那么邀请球迷站在上帝视角组建球队，毫无疑问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邀约，运作起来更是行云流水，天然能够吸引大量 NFL 球迷和体育游戏爱好者。截止2024年初， NFL Rivals 在 App Store 上的评分为 4.8 到5之间，共有超过135000条评价。不得不说，在游戏设计这方面的造诣 Mystical 独树一帜，会玩还是你会玩。最后一个热门游戏我也简单分享一下，一款移动赛车游戏，支持玩家通过 NFT 交易车辆和工作坊，逻辑还是那个逻辑，但车迷爱好者们你们就别想跑了，都来氪金。就这样， Mystical Games 集齐了对于痴迷有态度的三大群体，二次元迷、球迷、车迷，成功挤进了区块链游戏产业的领先地位。但 Mystical 的链上修行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实际上他们已经从最初的以 EOS 为中心的基础设施转向以太坊，现在又承诺将其未来建立在 Polkadot 上的 Mesos Chain 上。那么为什么 Mystical Games 最后却毅然决然地转到了 Polkadot 上呢？在一次采访中， CEO John Linden 聊到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决定选择一个我们真正相信的家，不是因为炒作，不是因为营销，而是真正的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来看，它能否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活力。在选择的过程中，他们实际综合考察了很多生态，包括 Polygon、 Solana， 但他们更希望拥有一个具有正确治理、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完全去中心化的链。而 Polkadot 出现完美匹配了他们的真正愿景。他在采访中聊到，让我惊讶的是更多的人没有谈论 Polkadot，并且当我跟人们谈论 Polkadot 的时候，他们会笑。我认为 Polkadot 在营销方面出了名的糟糕，但我这样的表达并不是在贬低他们，因为我清楚这不是他们的强项。通过和 Parity 大量的交流，最终 Mystical Games 决定和 Polkadot 密切合作，推出一条基于 Polkadot Layer 1平行链 Mesos 链。这条链将承载 Mystical Games 现在及未来推出的游戏生态。 Polkadot 是被坚定的选择了，因为它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治理系统和有保障的安全性能，以及附赠生态内的无缝的互操作性。
而这就是最核心最终极的原因。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未来所有 Mythical 生态的游戏都会基于 Mesos 链，基于 Polkadot 生态，而 Polkadot 安全的互操作性就让链间资产转移变成一个非常便宜且便利的事情。这是核心，也是 Mythical 所看到的很多人看不到的远见。期待更多有潜力的项目在未来都会看到 Polkadot 的魅力所在。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关于 Polkadot 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都可以留言评论区，也欢迎关注我们 Polkadot 官方 Telegram 群，和我们随时互动交流。那我们下期再续。